宪哥有跟我聊了，那个过了嘛，对啊，他就有问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，然后我就有跟他聊一聊，他心情就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比较难接受。他怎么会封杀林九？不会啦，怎么会？不会。我跟林九也很好啊，有这个一起在，因为我跟林九是算是蜜桃友，蜜桃友，因为我们都一起在玩密室逃脱嘛，所以密室逃脱的朋友，蜜桃友，椎间盘突出，因为我长期跳舞的关系嘛，然后之前也有骑脚踏车了，对，然后主要是就是一些坐姿啊或站姿不良，然后我就抽着抽着，后来。因为很多人就说可能会有烟瘾或什么，但一抽之后，我觉得我没有、欸，就是我没有烟瘾，而且我也不会想要抽，因为我对那个味道可能有点过敏。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对味道是很在意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我觉得是不是很舒服对我来讲，对，但是我有揣摩过怎么样，就是看起来像有吸烟的人，就是拿着条状物。只要拿着条状物，我就这样拿着，就看起来很像会吸烟。但是那时候吸的时候，那时候拍戏的时候也是一吸进去就，因为我吸到胃里面，就真的不会吸嘛，所以有点呛到，就还会咳嗽这样子。所以那还要再练。但我拿烟的这个姿势是 OK 的，是没有问题。那因为一直练这个solo，练到椎间盘突出，因为我长期跳舞的关系嘛。然后之前也有骑脚踏车了，对，然后主要是就是一些坐姿啊或站姿不良。以前我都喜欢这样，哎，这样的话你椎间盘就会不好，或者是坐这样。但我现在都不会，不是说现在镜头在拍我才这样做，我现在在家里面我就是这样做，对，因为我的椎间盘，我的坐骨神经在提醒我要好好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。还问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已经戒了。那跟戒烟一样，已经戒了，房间已经戒了，没有。最近那个明嫂被拍到啊，宪哥很生气。你有关心宪哥吗？没事啊，宪哥有跟我聊了，那个过了，对啊，他就有问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，然后我就有跟他聊一聊，他心情就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比较难接受，然后后来他也是哦，慢慢就那个。他怎么会封杀很久？不会啦，怎么会？不会。我跟林九也很好啊，有这个一起在，因为我跟林九是算是蜜桃友，蜜桃友，因为我们都一起在玩密室逃脱嘛，所以密室逃脱的朋友，蜜桃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目嘛，所以我们就会一起约着去玩密室逃脱。我现在越来越厉害，那个逻辑非常清楚。然后这次做的无聊。欢迎各位卡卡加入临时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